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嫖大叔。那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活动，这个逃课的一个教程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卡浪船的一个飞天技巧。如果还不会的话，我再教一遍。第一步，回到我们那个浪船里面，然后我们跳出，再按一下 ESC 键。电脑用户的话，手机可以打开这个秒表，然后我们拔网线的时候就开始计时。到28秒的时候，我们再按 ESC 键将窗口取消。这时候出现转圈，我们再将网线插回去。好的，当我们出现有一个驾驶浪船这个键，表示我们成功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接任务。接完任务以后，我们再按 F 键啊，我们就回到这个浪船这里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离开那个防护罩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有远程的话，尽量用远程去挡啊，近战的话还是容易受到伤害的。那手机用户的话就更加简单了。那我们还是起飞，再将游戏啊切换到后台，然后我们等待30秒，再回到游戏啊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啊就到这里。如果实在挡不过的话，可以试下这一招。感谢观看哦，我们下期见。